好，这里是舞蹈区的喵姬，请来了两位 UP 主，来 UP 主说说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那个男人穿越蛋白质。还有这位。Hello， 我是阿姨。哇，我怎么到这儿？哇，好神奇啊！哇。那我讲一下游戏规则，互相为对方关注列表里面写下一个人名，轮流问一个问题。看谁先猜出他自己头上贴的那个人名，输的人要接受严峻的惩罚。听懂了吗？管你听没听懂，看就完事儿了。这个穿越蛋白质关注了500多个人，他关注什么？美团、腾讯、动漫。那你要不是他们会抽奖的呀？我一般是用小号看我这些关注，然后我小号再关注，然后抽奖呀，有时候。对吧？虽然一次都没中过。你再写一个吧，我刚刚就是这样拿起来的时候。那我写的是谁？丽人君。你知道为什么我选的是他吗？为什么？他的名字比较简单。简单。怎么说 ，Lady First， 你先。我先。Wow， 你在说他什么 ？Lady First， 你好坏。对不对？我根据你们头上的标签，我的猜测。是不是变形兄弟里面的人？不是。他的名字是不是四个字？怎么说？这个好难哎。这个不算。是不是 B 站的官号？啊？就是美团的官号。不是，大家学到了什么东西呢？不要关注太多博主了，因为你会猜不出来的。稍关注几个，然后这样子你在动态呢，你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内容。这个名字里面有没有英文？有。最后一轮了啊！最后一轮。啊、有英文。真的，你猜到错了。你拿下来看看嘛。啊！对，他的腿毛是不是很长？怎么说？不知道。怎么说？没见过。是不是从深圳搬到上海？是不是从深圳搬到上海？对，是是。我是不是老在胡说？不是。是吗？不是。操！可能也就两个。那。我之前是做科技类的食品比较多吗？不是啊、哦，那我是不是丽媛君？操！真的是不是？没意思。真的？没意思。我赢了。啊！到你了。OK， 那就简单了呀，是不是？直接猜了吗？是不是老谭胡说？不是。那我稳一点好吧，是不是深圳的澳洲？嗯，有。他来过深圳。对。你怎么知道？看过视频。他是不是四个字的？不是。有。男生 ，OK， 你认识的是不是？因为你刚刚说不认识那一个。OK， 我现在麻烦给我一个那个福尔摩斯配乐。准备，开始了。老公，你说句话呀！我刚刚还问了你是不是四个字，你说不是，然后我说徐大虾喽。对呀、啊。我主要是我就是一个比较文静的人。哦，对，你不用太过了。那该怎么做？打开窗，对着外面大喊你的 B 站认证。